记得我曾经被人说是最美帅哥，最美的帅哥，他说我像林青霞这样。我记得真的，我看到一个报道，我1992年刘德华与林青霞主演了电影《绝代双骄》，林青霞的男装英气逼人。1994年刘德华与林青霞两人再次主演电影《刀剑笑》，林青霞的男装再次帅出天际。刘德华评价林青霞什么叫星光，就是在一堆人中你总是最先看到她，这就是星光，青霞就是有星光的人，让你第一眼看到的永远是林青霞。报章杂志就写到说您比较喜欢林青霞，是真的吗？因为我很会不会他听到我很小很小姐，没关系、哦、我们大家都写很小的就行。今年知道她到现在还是这么样漂亮。对啊，对，没想到一个女的可以漂亮那么久。